热火锅吗，默默？你喜欢吃火锅吗？吃的。你喜欢吃火锅的？我爱吃火锅，我爱吃火锅，我爱吃火锅。好吓的，你的洋葱头里。火锅，火锅。哇，好吓人哦你。火锅。你是馋猫一号吗？火锅。我靠，你怎么那么可爱 ，so cute。火锅。今天是美国疫情以来我们第一次出去吃饭啊，大家待了这么多时间终于有点搂不住了，我们又去吃自助火锅，走着给年轻的老板上一课，走着。老子吃火锅，你吃火锅，你聊火锅，叫你笑火锅，因为我讲礼貌，我讲很火有好多国人拿着比较拿着包包的摸都不要老，来跟都跳，一口咬下鸡油汤汤的跟都冒，来比哈早，连高都笑，尬戏都有染子的眼不心头绕绕绕，都聪明惨那么结果反被聪明误，老子的 verse 听完个人会几顿都哭，难看你玩多复杂级别地理青头路，师兄在哪个 level 你我心头都有数，吃不完的火锅又切起拿来撒，我分拉的太死不知你说的套大，那如果不信的话随时过来搞一下，欢迎光临重庆飞机帮你造一架，老子吃火锅你吃火锅地料火锅叫你笑火锅，因为我讲礼貌，我讲很火有好多国人拿着比较拿着包包的摸摸结果月才几号，脑壳有两个旋的人一般很混，我妈说钱找不完更要慢慢存，街上的人好多有几个真的哥，脑壳头又掉过钱往老子包包都不要老玩嘛，低级别的玩家，你不是铁树你是属于昙花，我们是哪个不用讲的太多， GAI 来咯小姐实现快搜搜，老子吃火锅你吃火锅地料火锅叫你笑火锅，因为我讲礼貌，我讲很火有好多国人拿着比较难，包包的摸摸几个月才几号，那就一直往上跟到机场，脸是不渡口号早就喊亮，开水来喽别老子让，看不到路好我横冲直撞，敌人当时最好不要靠近，越路街爱你只有睡在房间，从来不跟交朋友讲啥子道义，我一登场所有人都立刻变成道具， Hold up 少睡点觉多看点报，富家富为玩小打小闹，富楼找抄衣服和帽， Rap star 都需要被平衡好，问题都丢给你个人迹象，假装成功你都没得信仰，中国血液在我身上流淌，祝你有朝一日活得给来没将，吃火锅你吃火锅地料，对你笑火锅，因为我讲礼貌，很火有好多国人拿去比较，包包我摸摸这个月才几号，老子吃火锅你吃火锅地料，对你笑火锅，因为我讲礼貌，很火有好多国人拿去比较，包包我摸摸这个月才几号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你在干什么？还对呀、啊，好笑。哎呀，这家店比起它的电风琴还是差了一点点啊！电风琴它的小笼包是特别特别好吃，然后还有现做的点心啊。然后现在店里面的牛肉、羊肉都是切好冷冻的，不是现切的，就有点可惜啊。不过疫情期间他们的生意是非常惨淡。哎呀，最后我大放一击，给了20%小费，那个一改我抠门的风格啊，赞助一下他们的服务员。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